测试一下你离婚的概率有多大，你是否符合以下九个条件：一、20岁以后结婚；二、都在稳定的双亲家庭里长大；三、结婚之前恋爱了较长一段时间；四、接受过较好且相似的教育；五、有稳定的收入；六、居住在小城镇或农场里；七、结婚之前没有同居过或怀孕过；八、彼此之间有虔诚的承诺；九、年龄相当，信仰和教育水平相似。以上条件只是稳定婚姻关系的相关因素，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，但如果某个人的情况与以上全都不符，那么他的婚姻几乎必定要破裂，如果全部都符合，则很有可能会白头偕老。